Hello， 各位老板好啊！昨天呢，有两个兄弟呢，他说没有钱了，然后呢，开了两台车在这里放，然后一个拿了5万块回去。哎呀，反正是兄弟的，管他那么多，是不是？你有东西抵押在这里的话呢，多少就多少，看你这台车。然后呢，这个事情就过了，我们就不要说这个事情了哈。今天呢，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一款皮卡。这台车呢，它的车况呢是非常的好的，很多朋友啊都非常的喜欢，但是呢就是给不了价格。咱们首先从这个内饰来看，也是蛮新鲜的啊，打火，马上打，马上就着火了，很方便，很快捷，还有空调。我准备开这台车啊，开上山去拉柴。如果大家说是认识光哥的，然后过来的话是我的粉丝的，留言给我的，那我们这台车呢就底价给你，一分都不赚，4万多，不会多很多啊，确实不错。来，等一下我得试一下给大家看哈。哎呀，漂亮！哎，杨姐姐，让你试一下。哇呀，可以吗？等下去，等下再开。可以。你先挂空挡，踩着离合，踩一下离合这边。这个。哎，这是离合，你踩一下，挂空挡，把那个档摇回来。嗯，对，两边摇一下，两边现在是上去。哎，对了，哎，扭。钥匙扭着火，你开过没有啊？我已经忘记了，这么多年，7年了。7年了？嗯，都忘记了。忘记了，这个是刹车，这边，对，电那个这边，对，哎哎哎，哎，打火去，踩着刹车。哎呦，加个油看一下，加油啊！油门呢？这个踩一下。哎。油门在哪里你都不知道？我都忘记了。哎呀，不敢给你开，我天哪。啊，忘记了，我7年了。你学过没有？我学过了，我驾驶证都有了呀。啊，这样啊。就是没开过，忘记了。7年了都没开过。哎呦，那你下来吧，还是我来开吧。哎呀，老师我驾驶证在家里的，不拿来了。是这样的。你先要系安全带上车。知道了。嗯。然后呢，因为这台是好车来的，不是普通的车。这个是离合。嗯。踩到底。手刹。嗯。先放手刹。对。那是挂一档。嗯。然后猛地打方向。嗯，对。再加油。这么快就忘记了。啊？我说我这么快就忘记了。你的这个往哪里你都不知道的话，难搞啊！不是我一下子忘记了，7年了我都没开过。7年没开过。嗯，驾驶证丢在家里没用。这个车好开的。嗯。喂，又下雨了，你看。阴天不会下雨的，今天是阴天。阴天。嗯。你确定？哎呀，天气预报很灵的。这样啊？你不看天气预报吗？那等一下我们还可以去拉柴吧。可以啊。哎呀，明天就不能拉柴了。现在啊，就是年底了，4个 W 就可以出手了。之前要4个 W 都5000，现在便宜了5000，就4个 W。所以哪位朋友呢想要的话呢，就尽管的出手。来，我老爸在这里。嗯。喂，怎么贴门呢？嗯。哎，我去拿菜，你走。嗯嗯。我买菜。有。用心嘛，哎。用心嘛，哎，就讲哎，老张哎。会了。我拿点排骨呀。排骨一个点，排骨装上去嘛。老。啊，鸡肉。鸡肉先不装。哎。